嗨嗨，你是三班的婷婷吗？是啊，你是？我是二班的洋葱，人称金城武。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你好有趣哦。当然啦、啊，我很爱自嗨耶。被揍。你就是洋葱吗？哦，嗨。婷婷喜欢红姐。洋葱，你贱哎！不跑！抓不到，抓不到！你真的很贱！我又何尝想这样子呢？但我只能这样取得你的注意。哎，快月底了，好穷哦，没钱吃午餐啦！哎，才怪，我比你更穷。不然我们来看看谁的钱包比较多钱，就请客。哦，来啊，怕你哦。你看，老子钱包里一毛都没有，而你还有500，我赢了，请客。哦，先别急，上个月跟你借了500，喏，还你。HAAAAAAA